狗奔跑。欢迎收看《波道漫步》，阿公阿妈，大哥大姐，阿爸母，大家好。啊，今天开心吗？很开心，有赚到吗？哇 ，money money， 哇！来，顶礼拜啦吼，健康促进师曼妮有甲大家分享讲，最近防疫很重要，对哦、人甲人之间是不能距离太近哦，爱一公尺。对啦，杨哥吼，曼玲姐，这我可能较无法度呢。为什么？我唔爱我人，杨哥足济人拢爱我我呢。你真缘投哦！哎呀，我生了太缘投诶，我足足困了诶。安尼，姐姐甲你教一个方法。啥物办法？啊，每工食饭诶时阵，爱食三粒。食三粒啥？变变完吗？蒜头、啊。哦，食蒜头，为虾米？因为防疫吗？诶，唔是啊。啊？因为嘴足臭诶。哈哈哈！我来干话你，好的，好不好？国健康促进师还是要大声的告诉大家，现在呢，防疫除了要戴口罩，还要勤洗手哦。但是啊，是安怎你敢知？是安怎？因为有一种人，叫做这也上，那也上。哦，过敏。目睭上。哦哦，热目睭。鼻啊上。乌鼻孔。哎呀，食肉洗喙齿，洗喙齿啊，太过人。啊，哥安那头壳痒，哦啊，叫头壳。啊，面也痒，啊，再要面。啊，颔骨也痒，啊，就是颔骨。哦，真害呢。啊，够一种。哈。吼，迄组囡仔爱水诶，好爱水诶，嘿，热头针，热头针，嘿，蒙白白，蒙白白，嘿，蒙耳海，蒙耳海，蒙耳仔，蒙耳仔，嘿，啊，出去听，听这边，啊，听那边，啊，两边拢听，哎呦，哦，蒙过两届，哎，听讲啊，老宝贝，好宝贝，一天啊，吼，咱诶蒙面诶次数哦，吼，健康促进师无骗你，差不多2000届啦，哦，遐济哦，系啊，所以啊，吼，爱甲咱诶好宝贝、老宝贝，咱诶大哥、大姐、阿公、阿妈、阿爸。大步提起哦，要勤洗手。勤洗手，嘿，阿芝麻说来呢，咱先来欣赏咱杨凯林大哥所唱的歌。爱你袂到，我祝你幸福。Bug.
顶一阶段，甲大家分享讲哦，哎、欸，真正有影嘞。人呐，安尼这么爱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啊。对啊，阿姊讲者，害我肿起来，就想要咬。无啦，这样这样卡只片啦，卡只片就卡只片。我安尼唔通啊。啊，一天吼摸面遐侪界啦吼，啊，洗手当然爱加洗几界啊。但是呢，有几项代志，卖恁爱甲大家讲哦，健康促进师告诉你哦，我们的手要洗干净，我们的身体也要洗干净。外口洗有清气，内底洗有清气哇。嗯，这看不出来呢。啊，人70%是水做的呀。嗯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若爱循环代谢好，当然你水爱加啉嘛。哦，啊，把血更流出来看下。安尼才清气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哦、嗯，对不？啊，我问你，一天啉几杯茶？无算，无详细算，想到就啉，想到就啉。无，咱来算看卖啊，好，对不？咱来算看卖。咱来算，大家拢有这嘛？嗯，那泡你啊茶，对，看那嘛吼，来。这一个是400cc， 嘿，曼玲真的有在泡茶的，嗯、哇，好贤惠。咱这半斤嘛，吼，半斤啦、啊，半斤，啊，一盖十公克的，一盖十公克，安、尼，安、尼，一汤匙啊的，一汤匙啊十公克，一汤匙啊就这啊，吼、嗯，啊，忙伤济嘿。哦，咱这伤多吼，实在这做宝贵的，咱大哥去云南这样子带回来，啊，过来。加泡水，哎、哦、呐，会使泡十五泡，哈，会使泡十五泡，泡十五泡，所以啊，哇、哦，小，哎呦，哦，烫的啊，啊，就是要这么烫啊，哎，哎呦，咱这保温杯好，咱这保温杯会使保你在四点钟，对，哎呀、啊，啊，因为吼、哦，小青个性算讲较黏毛。哦，我来去算这物件，吼，来看讲，哎、欸，安尼啉会好无、哦？所以我算，咱啊一斤的茶，吼、哦，咱算2500块，对不？那600公克会当用一摆泡十盖嘛？嗯，你啊去甲算讲，会当阁冲15块，等于一斤的茶才冲900盖。哈？安尼算算啊，安尼一杯茶，安尼一盖一个，安尼甲3块呢？安尼3块？嘿啊！啊你看你外口，你啊吹打你去。那个超商买矿泉水一罐20-25块，真正比矿泉水较俗。啊，啉珍珠奶茶、啉咖啡一杯40-50块，够健康？无健康啊，对啊。嗯。所以啊，吼，来这个时阵，老宝贝、好宝贝，来阿公阿妈该啉茶咯。哈，这个时阵下晡吼，啉一下茶嘞，吼啊，你一点钟、两点钟一定要喝一些水，麦当卡最大，好不好？啊、不要等到 口渴再来喝水，这样子你的身体就是在化救命、嗯、所以我们固定呢两点钟以来我们这就是要泡一泡就对了，对啊，然后泡一泡、啊、这也可以一次冲完再冲12次的了，所以
所以你老即卡吼，冲冲的甲倒过来，倒过来，暗时也免阁保温。拢阁保温，有够。安尼有巧无？安尼几个吼，你一工差不多，咱这千五 CC 迄咖啡壶有无？保温壶，迄二四点钟，你会使吼啊，甲伊安尼泡起来吼，泡起来了后，一工哦，上无都爱啉一个以上哦。哦。无甲一个拢无及格哦。安尼内底唔再清气。嗯。嘿，这个时阵大家都拢听有。哦，内底毒素爱排啊，吼，啊，伤悬的油脂嘛爱排啊，啊，你讲，嗯，人生有酸甜苦涩，吼，芳醇回甘，回甘，啊，但是咱的普洱茶酒芳醇回甘无苦涩，哦，对，所以你当时甲啉拢会使，诶诶，啊，今嘛啉暗时啊困会去无？啊，未，未困未去。啊，你若啉高山茶就睏袂去啊，但是你若啉咱的普洱茶就可以了，哦，都袂睏袂去。哎，迄天吼，叶大哥来，哦，对对对，讲无用规工拢无食饭啊，我看一直咧啉普洱茶，啊，家己嘛看做唔甘的嘛，哈，结果伊讲这就是我的方法，伊就讲人伊啉六七年啊，拢安尼啊，所以咱若一寡长辈吼。这个阿公阿嬷，咱本身胃呐较歹吼，啊，真正外口的茶莫凊彩啉，因为迄吼会乎你的这个胃吼啊，佫较艰苦。对啊。但是普洱茶放心，咱瓜王康伯都咧啉啊，佫。对啊，咱惊啥？对，所以呢，好瓜一代传一代。嗯，好茶就爱报人知。对，食好到小报。嗯，是讲曼玲姐吼，你看咱安尼合作已经。一个星期啊嘛，对对，对吧？七天，七天。我们还有很久的日子，诶，到顶啦，哈，到顶主持啦。嗯，啊，很多观众朋友吼，诶，卡客服，感恩鼓励，有感谢，感谢，真谢，谢谢。小心嘛，拢诶，哦，开心嘛，拢诶，吼，卡电话吼，感恩一挂听友，嘿，听友，感恩说一下感谢诶，吼，感恩多多请教，讲啊，阮阁有啥物需要诶进步诶所在，吼，啊，希望讲卡指点一下，嗯，对啊，啊，发现真正有足济。哦，做者妈妈啊，真正做者新妹啦，嘿、嗯，哇，电话你吧，电话你吧，电话。听听人讲讲哦，哇，咱这茶安尼，大家安尼一直分享啊，咱的客服先接，我进来。恁若要甲阮讲话，即马就会使卡电话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搁一届。0800-863-888，或者是讲吼，咱听众朋友吼，有啉过那普洱茶，啊，想要甲咱做见证分享的，啊，我嘛欢迎你打电话来甲咱到时报销。哎呦，这也都去讲，咱我记我第一天上节目啊。大川妈妈啊，大川呐，大川妈妈，要甲你呼唤呐，伊都开开讲，哦，迄普洱茶偌好咧，哎，上个礼拜哦，吼，这个叶大哥伊本人有来上节目对无吼？嗯啊，电话来了，然后伊就有一个姐姐，伊嘛是卡电话你吧，卡袂你吧，讲要见证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遐是曼尼亚哦？对啊，我伫遮。你好啊 ，money money， 在家啦。啊，我今麦看到吼，嘿，啊，看曼妮咧泡普洱茶吼。啊，你有咧泡无？到顶泡来。有想，有够脆大。无啦，啊，你那会无洗掉才啉？啊，我甲你讲，那这我一定爱甲恁讲，来，来，这是啥？泡温茶、保温茶，加有一个 SGS 检查农药，什么药、什么毒拢无。因为哪讲人泡温茶吼，一般人是上惊啊那惊臭铺，那个就是旧的做法。咱这是新的。我跟你讲，来，我替你看呢。伊这是大树啊，乔木的。啊，这吼是叶啊，无跟咱一般高山茶不一样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。茶种不一样，所以这种几啊百年的、几啊百年的树啊，啊，所以伊这营养跟一般的高山茶不同款。对啊，系啊。所以我敢无冲一个就加啉啦，啊，但是你来惊你是冲一个较好啦，同款会使十五泡。啊，你有买啊你？我准备有要买啦。哦，安尼好。准备要买啊。在做奶泡的啦。我是拢泡茶米茶。茶米茶。我即马看恁咧做这吼。系啊。讲啉得挺好，我是讲要来
试看嘛。这几天啊，才来买。好，安尼等下请客服小姐跟你联络。嗯，我跟你讲，三零八的关妈妈啦。哦，关妈妈，关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明仔在叶大哥一来，你再甲瞧了。好，谢谢你，感恩你跟我们分享哦，哈。好好，来，你好。哇，单雄哥，单雄哥，喂。来，安尼我搁接，我搁接来。哎，你好。这菩萨，菩萨不都问菩萨吗？对啊，是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朋友啦。哦。啊，大哥贵姓啊？是红的，啊，刚接一过来啊。啊，哎呦，这不是广告时间。广告时间。王哥哥。陪我的大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连咪啊会回电话给你，啊，你先挂电话哦，哈，好，谢谢你。啊，来，老宝贝，好宝贝，有人甲讲曼宁呐，啊，你什么年纪？你叫阮宝贝，敢会听你？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要甲咱的即个观众朋友吼，啊，说明一下啦吼，因为我本人主持一个台语的节目吼，伫咧广播内底，啊，因为我甲咱的听友都拢足亲的啊，啊，我搁做这关怀据点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我若看到因，我都足欢喜，因若笑，我就笑啦。所以我伫咧空中吼，我拢会讲一寡笑话，我拢会讲一寡笑话安尼啦，啊，希望大家卖气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啊，恁那电视你咧讲啊那，内底咧讲呀？我甲你讲，你电视爱关细音，声音爱转较细咧，安尼就会听到阮的声，无听到电视的声，才变两个声音哦。安尼有清楚无？现场的，现场的。广播是迄落的，唔是咧。即马 call in， call in。内底讲的哦。啊，即马 call in， 咧开讲啦，咧开讲啦。好。今嘛可以咧开讲啦，啊，咱住倒位？在倒位呵，我是讲吼，那无看有客电啦。哦，王王阿仔，王阿仔，请你机台。你是忠实听，忠实粉丝。嘿啦，嘿啦，咱贵姓，咱贵姓。我呀，哈，啊，你贵姓啦？啊，贵姓啊？嘿呀。很水讲了，哎呦，永生未去，明仔伊就来啊！我恁今个时间拢未去。哦，来，连明仔咱我甲你回电话哈。嘿。哦，啊，即个明仔叶大哥会来，啊，咱就请。明仔，明仔，明仔。好好，谢谢，好。所以看，即马真正足侪观众朋友、听友啊，拢甲咱鼓励、甲支持。哈啊，曼玲甲大家讲，恁即马吼，那即个爱啉茶的人啊，有咧啉的，恁是咱叶启田大哥的粉丝，恁拢比阮买较侪啊，啉较久对无？啊，恁爱起来甲人分享。对。啊，无你看，即今仔日遮侪新同学讲哈，啊，我唔知影通买无，啊，唔知影好无，啊，恁爱起来讲。对啊。安尼，咱大家才会知影对无吼？来，喂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小姐，我是曼妮，曼妮，我是开心，嘿，开心，我有看你去唱歌比赛呢，啊，真的，啊，你迄模仿迄个叶启田歌星的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啊，叶大哥改作秀的呢，弄改歌呢啊，咱叶大哥人真好，唱出来要唱的是声声出来，哎呀，我想要开电台呢，嘿啊，哎呀，你也随看人，我看你去随转调。没啦啦，咱的大哥大姐我拢给你看咧啦。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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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咱各位，我爱给你忙噶。哦哦，贵姓？洪琼花，洪姐姐，哎，花姐花姐，好，安尼谢谢你哦。要客电我是会挂袂哩。我知我知，大家拢是。拢是呀。啊，明仔再等来啊。一米啊，早啊，嘿，对对，谢谢你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阿明仔再来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好，你好，好，阿明仔再去看，好，拜拜，啊，你会使唱一条，哎，要去点呢，爱唱什么歌？啊，你我甲你讲，无要紧，我等下我来唱清唱者，啊，迄落等下后一个后一段，我著来甲你唱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，谢谢。无言的爱啦，无言的爱，继续外头，好，拜拜，好哇，哇，今仔日口音较侪，啊，我吼，今嘛都爱心进瓜，对，爱心瓜，两米啊，再个甲大家来开讲哦。上星期台南的杨大姐、杨姐姐，我甲你呼唤啦，杨姐姐，好朋友，要听好朋友。朋友
找到好朋友就爱讲仁义，永远真好爽来斗阵。要交好朋友就爱有诚意，永远斗帮忙才合理。友情比花香，永远在你的心房。友情最温暖，快快乐乐赶紧来接受。若是好朋友就爱讲义气，淡薄牺牲也不要紧。找到好朋友就爱讲仁义，永远真好爽来斗阵。觅到好朋友就爱有诚意，永远斗帮忙才合理。友情比花香，永远在你的心房。友情最温暖，快快乐乐赶紧来接受。若是好朋友就爱讲义气，淡薄牺牲也不要紧。是好朋友就爱讲义气，淡薄牺牲也不要紧。报道歌王加唱歌，客电顺正客，哇！欢迎咱好朋友来收看咱报道歌王加唱歌，哇！我实在是好幸福，好幸运哦。大哥，我感觉今嘛足侪人吼，伫个台卡足想要甲我拍落去，会使坐咧你的边啊，佮听你弹琴。所有的女性现在都当作我是她的敌人。当然这个节目都有口音什么的，大家也都叫我都说过话去，这样对现在开始就有后面的有东西要有场这样啦，就是特别这样公司就是吹就是吹，吹到一个现在也是坐在我的旁边，这个吼，不是干那美女呢，咱大家吼，林志玲拢知影无？林志玲大家知影无？这个绝对是无输的啦。唱歌袂停啊，那是曼玲，伊名都曼玲。啊，我就讲哦，吼，你话，个林志玲哦，我都叫做变水的。我好好自我介绍一下哈，我咧号做曼玲，吼，伫咱这个广播电台有主持节目，我常常拢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咱的阿父甲老爸。感谢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给咱支持甲鼓励。啊，我的本名咧叫做 Money Money， 后盖恁就叫 Mone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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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来。我这刚才听到这个 Money， 哎，曼玲 Money Money 哦，大家心情都开啊啦。我来啊，我来啊。心情欢喜啊。我今仔日我来无重要，你来较重要。因为今仔日咱要来尬唱歌。这个单元就是要尬大家唱歌啦。
虽然你甲我离开每日怀念你。哦，这这条感情的呢，重点是。你在唱的时阵，我对你安尼吼，啊，拢感觉笑袂出来之外，但是我吼，甲你的声音嘛咧，一直咧转，一直咧转。这首歌叫做《叶克电纯情曲》哦。对，吼、哦。我这安尼一直说，一直说、啊。嘿，囡仔时阵都唱啊，哦，啊，然后嘛，佮去力歌唱片哦，有佮一个版本佮唱一届。啊，这条歌你也都话讲，讲我伫说，伫说，伊这是转音。哦，啊，唔是全音尔咧，哦，唱这条歌吼，就是爱那个感情足丰富的啦，爱足丰富的，哦，爱那感情吼，敢那足济就对，味素阮男足济啊，不管是吼，吼，达音都吼，达音啊，佮足温馨咧，对啊，哦啊，好像对自己哈心爱的人吼，啊那很啊诚实，很实在。哦，爱对伊安尼，啊，足爱足爱足爱，爱到一百分的啊！啊，你安尼咧转音的时阵吼，实在是，这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呢。这不是每一个人我都做到会搞讲安尼说好听。哦，啊，这转，所以你教我呐哦。哦，啊，这转音哦，这转音是歌坛哦，吼，每，啊，这，哦，我同事啦，吼，歌手的同事，啊，是讲哦，写歌的老师哈，迄大概工人啊，入去电都好，迄拢安尼唱歌，迄等音的安尼哈，哦，那个哦，迄最准音的吼，啊，这哦，作曲所在大概注意听，哦，迄等音就是。安尼等，可哦，阿姐哦，这得搭一日就好啊。哦，阿你啊，你啊，你讲靠，阿你唱大个就变粗鲁去啊。可安尼粗鲁去啊，吼，阿一时间搭一，没人会欣充满感情啊，不是多在吧？就唔是跟他单音尔，你看只爱凹音，个轻音个重音。哎、欸，对，只爱凹音，这阮老师哦，计在先教的绝招安尼哦，跟他都转，咱台湾的歌星哦，啊唱凹音的吼，哦，甲阮老师过来先教。不是都在吧？哈嘛情，我这个感情啊，个安尼就增加啦。所以亲像我这未晓唱的，我就安尼在眼，啊，就一句一句甲唱起。那会知讲安尼爱说字，啊，佫说了袂使伤大，袂并且，对啊，你对啊，啊，拢我直直哦，有个人当然是唔知影啦，吼，哦，那咧，哦，迄个职业歌手我是不敢讲啦，哈，啊，业余歌手唔知影，啊，你直直哦都无感情啊。哎呀，迷人是都在吗？情，我咧白哦，不是都在吗？情，这都爱怎样拗一下，好，迄感情十足安尼，还是女生的身材呢？我咧拗一下哦，对啊，虽然你甲我离。哦，即就单音哦，即单音哦，哦，即是会使单较大一淡薄啊，唔是像我做我搭字尔，哦，啊，你单音落去，啊，即就等于讲啊，增加感情也好，啊，唱歌的功力也好，啊，甲这条歌的即个曲风吼，就是爱安尼单落，啊，才会好听。啊，那无弄像我做我白白啦。有转音的时阵有偷偷换气无啦？安尼我感觉我若本人落去唱，可能会换气换不过去。哦，换气，哈，换气些，哦，换气，嚯，啊，你个，哦，你个，你个问个只只呢，安尼，哦，啊，你听唱朋友，安尼问个，这嘛是听唱朋友爱知影有影啦，哦，啊，我这嘛先，诶，转音哦，啊，转音我讲较清楚的，再来讲吼，啊，换气啦，吼，哦，虽然你甲我。
你开哟。我着有当时啊吼，干那这个转音也是讲吼，一个所在要安怎唱吼，好，迄种练咧几啊百摆，吼。哦，虽然你甲我离开，咿咿哟，咿咿咿咿，对无？啊，拢安尼，啊，连歌就是安尼，对无？啊，拢讲什么？连什么都变成 T， 就是安尼，吼。啊，台上十分钟，台下，十年功。这就是安尼吼。啊，啊，都这个啊，换气的所在，我讲。哦，当然爱有一个所在上适合的，哈、嗯，啊，你上适合的，哦，你就是哈，比如讲，可以，哦，阿姐都接住，爱，啊，你就是找这个时间啊，呼吸呀，哈，别人的形影，安尼，吼，这也做这换气的，迄个话哦，练功哦，练明仔载再过来教这个换气的啦。你安尼吼，明仔载大家安尼，时间未到，电视来拍开啊，因为学不完就艰苦的。啊，听你唱歌呢，哎呦，时间来过真紧。今仔日吼，学这好做啥物？转音嘛。哎，转音啊，加感情啊，要丰富，感情丰富就是你的心吼，拢安尼吼，诚实实在。啊，真爱吼，家爱人也好，太太也好，什么感情的这个感情表现，敢那对人会足好个安尼。好，安尼我吼，这样换气，还佫有其他。好，明仔载再佫继续啊。爱啦，吼，大家拢来学，啊，每天来学一束啊，吼，啊，慢慢的自己练习。重点啦，外口哪有通啊学？歌王呢？歌王呢？现场教大家唱歌，你就硬去配，摕去食吼。安尼重点就是愈学愈济，赚。大家都来看节目哦，好，感谢，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真的，大家上幸福啊！咱来看，咱的观众上幸福，大家呢，咱的叶大哥都来陪伴大家，除了唱歌哦，大家听还教唱歌呢，对啊，哎呀，但是伊拄啊讲我是林志玲，我有小夸拍摄，他好像没有当拍摄，也是有眼睛有鼻子啊。对不对？林志玲嘛是爱嫁人哦，嘛是爱煮饭啊。阿纪的漂亮跟志玲姐姐的漂亮不一样。啊，咱嘛是爱吼，好好啊，甲咱的这一个长辈爱咱来照顾啦吼。我大哥，我大官，啊，我阿爸，我阿母安尼吼，我讲真的吼，就我来上节目了，推荐这个家政，其实唔是今嘛我在咧推荐啦吼，因为我伫咧广播呀，已经做足侪年啊。啊，我想要讲吼，这家政有够好，你知无？是安怎的？因为吼。做这长辈吼，伊都是懒死食啦。哦，懒死食是安怎？喙齿无会洗肉，啊，喙齿歹会洗肉，拄好咱目标诶。啊，过来就是一个两个吼，懒死煮，懒死煮。啊，过再来呢，过有一种就是吼，即马吼免疫力啦较歹，啊人啊较忝吼，啊你都真正吼爱加啉寡。对。啊，即马唔是讲吼，咱即下啉。加蛋是咧加精有无吼？是咧补身体尔，人咧补水。啊，林志玲本来都拢有咧卖啊，吼。啊，我今嘛好好啊，甲大家来介绍咱的野村低基金哦。好。吼，野村低基金呢，吼，伊用的鸡，吼，上重要就是爱选这只鸡好卖。对。吼，伊是安怎有履历的哦？伫个台东哦，山顶哦，吼，啊，饲百五公哦，妈妈，恁都知影，迄鸡有色啊，无色？即马拢差不多三四礼拜，就要摕出来互你食，有无？嘿，迄肉鸡啊，哎，鸡公啊，鸡卵，鸡卵啊较好，鸡卵，鸡卵啊较好，伊的营养分较高。啊，百五公的鸡呢，伊的这个肉啦吼，氨基酸啦各方面，伊才会结实。吼，啊，你即马若要做低鸡蛋吼，我甲你讲。真正足麻烦的，所以即马以前拢讲，哎呦，那生囡仔阿母啊，都来地家听吼，好这个好这新妇食吼，早囝食，即马是虾米人要有迄个用工啊？对啊。但是你是安那要用地家单呢？因为地家单只有遐贵，只个营养伫咧内底。所以阿公阿妈阿爸阿母，咱若咧食鸡汤，迄块鸡肉若无食咯。迄块鸡肉若无食咯吼，安尼即个营养减一半。但是地家单伊就是安那。
迄个骨头吼、啊，伊个鸡内底即个血啦、垃圾拢甲你用清气，骨头烤油，安尼个吹，用个吹，安尼吹十几点钟，所以伊个营养滴落来吼是小分子诶，人讲到氨基酸的程度啊，所以就算你胃肠无好，喙齿歹，袂要紧，你就甲啉，伊就会吸收。哦，像咱诶啊，即、這个听友啦、观众啦吼，真侪人拢过来买呢。哦，顶礼拜咱嘛有通讲哦，广告时间后人来买鸡蛋，无一定是买地啦吼。对啊。但是所以呢，这拢是足侪人回购的吼。啊，今仔日咱来卖安尼一盒的这个鸡蛋，哈，一盒的鸡蛋呢，哈，伊是有十包。十包，这大包哦。这大包哦，还是偌大包？爱吃给大家看，因为外面的很多公狗做作大的，吼、哦，便利商店买丢啦，啊，超商买，六十六公克诶，四十到五十，啊，这是六十六，啊，我你讲、是安怎，是安怎，咱来买一间，因为野村是专门咧做这個，伊是四十年的工厂啊，因为你只要外口看到这侪公狗，迄种有无？他们都可能就是委托野村做的哦，啊，因是较敖拍广告尔，因为呢，专台湾上老牌子的都是咱的野村真龙小馆，因为咱专台湾足侪这个餐厅，吼、哦，因那咧做这个啊、这个比如讲。推包啦啥吼，啊，上个饭店啦吼，啊，即马饭店若要订婚宴啦，人足多，熊熊饭店哪有可能参遮济，拢嘛是野村的。对啊。啊，所以外口真济地鸡蛋吼，他们那个也是没有工厂，就是会广告呢啊，啊，所以嘛是拜托因做的，所以因这就讲较大包嘛。但是呢，重要哦，你吼，伊这无讲参啥物。心啊，掺什么东，什么西拢无哦。但是你甲拍开啉吼，有够香，有够顺、哦，有够好啉的。啊，伊在冷冻的，伊在冷冻的。啊，你冷冻摕来了吼，烧水来，甲放喺水底，啊，伊就会使拍开啉啊。所以今仔日咱要甲到老宝贝、好宝贝讲，爱会晓顾身体。再去拿起来，甲啉一杯，啉一杯，啉一杯。对啊、哦，比你啉什么比较好？我妈妈、啊。我妈伊是算讲一三五爱吃西药剂嘛，是啊是啊，西药剂，样个伊嘛袂使食食上侪物件，吼，啊迄工，我们像我爸爸是当保全的，伊暗时那是等，是，暗时那是安怎？暗时也是，伊暗时上班，啊在日时等的时阵，人都忝的啦，对，啊我讲妈妈，你这包低脂精你得去啉，伊讲小大包伊无法度啉完，伊讲爸爸坐人一半，系啊，而且吼，我刚想。好是啥？伊个送个赠品真正做小做赞的。啥物？你来甲赠品讲出来，因为剩五分钟俩，对不对？来，老宝贝，老宝贝，安康的。来，这两个3960块，你即马看到荧幕上所看的，拢要送你，另外搁送，另外搁送哦。五包米。另外搁送这十一项菜，十一项菜哦，3960块，有两盒地瓜精，每一盒拢有20包，重点每一盒。加起来拢有20包吼，二十包的地瓜精。但是即马咱来讲哦，拄啊你看到遐个菜，拢全部阁予你炸转去，全部阁予你炸转去是安怎？因为我希望咱的爸爸妈妈、咱的大哥大姐吼，咱的只有上班啦，无上班伫咧厝家己一个人，拢袂要紧。即马出去食无方便吼，好媳妇啊，甲你传鸡蛋，甲传啊好，啊只个菜甲你炸倒转去，这拢敢那亲像妈妈早昏煮的放冷冻，你若摕转来，你就随甲拍开吼，啊会使用做微波会用。用过吹，安尼就随食一粒，变一粒饭豆汤食。哦，安尼是不是较里边？哦，啊，所以营养要够有，就是爱安尼。所以呢，老宝贝、好宝贝，鸡蛋爱记得食。哈、哦，啊，今仔日呢，另外佫送这十一项的菜。哦，十一项的菜你拄啊拢有看到，这东西餐厅卖了上好的，餐厅卖了上好的三项的。猪肉四三项的牛肉，四项的鸡肉，四项的猪肉，吼、哦、啊，每一道拢是少好食的，因为是野村伫咧餐厅内底卖上好的，啊，直接咧送到咱家，唔免阁出去买啊哈，啊，免妈妈煮个还辛苦哦，吼、哦，对啊，啊，所以你即马就会使卡电话，0800763888，0800763888，来五包米爱阁送，袂使干咧送遐，恁今仔看节目就是爱互恁趁有着看。看会到，赚会到啊！咱这鸡汤，予你吼3960，4000块阁有招吼、哦。啊，20包的这个鸡蛋吼，炸当去啉。啊，11项的菜炸当去吃。啊，你看为我吃来，你阁看为我吃来吼、哦。注意，另外阁送5包米，啊，迄米吼。
吹好烧着食，好多食，唔免个杀，唔免个杀。啊，电话来了，电话来了，来来来，赶紧来接。喂，哎、你好，喂，来递个电话。你来曼宁啊？是。啊，你讲好幸福，跟你传。三千九啦。嘿，你讲啥？十一项三千九啦，啊，你讲佫加什么？佫加咱五包米，五包米，啊，佫加咱二十包鸡汤，安尼知无？所以你3960买到啥呢？买到二十包鸡蛋，买到十一项菜，搁买到五包米，拢现食的哦，唔免搁煮啊哈。妈妈，五包阮无食呢。安尼，甲你换鸡肉，我连咪啊敲电话，看你要换换猪肉四项，换鸡肉嘛四项，牛肉若无食的人，咱安尼甲你换。看你介对只，好吧？好，我请客服小姐跟你联络。那那那，客厅要甲客厅讲的，客厅怎么无伫遐咯？明仔载，明仔载，好，明仔载啊！快甲你坐做伙啊！嘿，对对，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即马广告时间点名，我卡电话甲你开讲哈。来，咱搁接电话哦，0800-7633-888，0800-7633-888。今仔的订单真正是足侪人买了好过来买。对啊。啊，我是讲吼，因为咱即马就是爱家解释哦清楚，无妈妈听无啊。对对对。咱有即个。两盒就有20包鸡蛋，吼，20包这哦，20包，啊，每一包吼拢是200-300块的鸡蛋，吼。但是即卖呢，唔那要啊你送鸡蛋了，吼，我要搁安怎？我要搁送你看到荧幕上这有无？日式的、韩式的、香菇鸡、泰式的，吼，啊，牛肉的、猪肉的、鸡肉的，逐项都有。尤其这家里的，你一定爱个食看，买囡仔拢我爱食的了，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即卖搁送5包米，你也赶紧来。喂，你好，来咯，你好，阿妹爱咱的地鸡蛋哈，好，啊，我甲你抄电话，连明仔甲你回问地址哈，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0800-7633-888，继续卡电话哦，继续卡电话，因为今麦咱的这个鸡蛋吼，我那边无啊，阿妈是做抢吃的，因为今麦大家拢知影要煮麻烦，所以十一项菜你一定要拿回家吃吃看，加个5包米，另外加5包，哎呀，0800-7633-888，来，继续欣赏好歌，乐大好，喜一日。Thank you.
咱的好宝贝老宝贝，电话继续去考，有开心无？哦，做开心。有赚钱无？哦，赚足侪。哦，这么三九六零安尼，上下侪行，侪甲咱的啊阿妈讲啊，到底都几行，足侪行的，你电话继续去考就对啊啦吼。电话订货电话吼，怎样吼？啊，今嘛来，咱去接客运一下。喂，你好。你好今麦来口音时间嘛哈，是，你好，啊、你好，口音时间对，请讲，请讲。哎呀，妈妈哟，你那时候在讲呢？我跟你讲，你电视关啊，谢谢。关了，嘿，啊，要开心的声啦。啊，你要跟电视关细音，关细音。啊，就听呀，你。喊哦，杨大姐哦。我是啊，杨大姐吗？哎呦，啊，恁家认得我的声啦、啊！哎呦，你声音好听到，一定家你下记一，我倒甲你叫，你有听到无？啊，你讲这一个，我无见口音哦，我讲嘿，安尼就歹势，我唔要。对啊，嘿，杨大姐做感恩支持。你好，你好，杨大姐。阿金，嘿，我感觉你迄个麦克吼，嘿，卡特。你讲出来的声卡特别有磁性啊！哎呦，啊，你个天啊！我不好意思，哎，我刚刚在用单电呢。不管，谢谢你哟。你的声是较原本的声，对啊。啊，迄个凯欣，你的声呐，你讲出来，迄个麦克那是有回音呐，有回音呐，啊，因为我按部较大轻呐，那时候较有磁性。哎，杨姐姐，我连咪啊吼，开心讲有代志要甲你讲，伊连咪啊做节目又搁卡好哩。好，好，好。啊，我搁食一汤啊。有。阿姐，我开心讲，好，讲一句话嘞。好。开心。嘿。跟我行啊。好。大家恭喜啊。好，谢谢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哎，开心，我跟开心讲话就好不？来了，大哥，你好。哦，开心讲话，开心啦！哎，大哥，嘿，开心，我上来了咯，阿伯啦，阿伯哥卡啦，啊，阿伯阿伯啊，你看嘞，电视我来直播出上快嘞，啊，谢谢谢谢，做地人做个比赛，我歌又唱个比赛，我感谢感谢，有啊，迄间汽车店的阿伯嘛，你讲讲你，讲问讲你问看我去出你去啊阿伯，感谢啦阿伯。我我只要给你买鸡精，买两包。好，来啊！我连咪啊，给你回电话哈。妈妈，咱贵些。我姓林。林妈妈，等我哟哈！谢谢你耶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嘿啊，我拄啊订的鸡精，还挂着钱哈。啊来，我连咪啊，给你卡电话。今嘛是call in时间，你等我哈。咱贵些，阿伯，咱贵些。哦，叶大哥，叶爸爸，等我哈，我给你抄电话，连咩卡好哩，你今晚卖卡哩拜哈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感谢。来来，咱今仔日要订的人足多，我咱去报一个电话好无哈？0800-763-888，若要订咱的产品哈，就开机哦。啊，你若打电话起来的时阵，会记得关细音，电视爱关细音哦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吼时间我那差不多吼，所以咱最后来接一个啊，可以咱都爱和凯欣小唱一个，因为拄啊咱的洪大姐有甲点你啊吼。喂，你好，小北，你好啊，Money， 啊你是多几位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咧波多曼无诶？对啊，是是是。啊你就你讲话来，我要甲你讲来，无，你也无甲我讲啊。啊不诶，我甲你讲，电视爱关细音，哈、啊，电视甲关较细声诶，你都有听到我讲话啊？啊好，晓得啦。来来，咱搁讲一解，阿公阿妈阿爸母，你若要考英语牌哈，电视爱关细声，嘿。安尼成功啊！请问你倒一位？你若要考英语来哈？安尼好，妈妈，阮时间有限呢。喂，小姐哦，小姐你好。来，你讲来。哎，你是无做曼联哦？
对 ，money money。啊，你即久也无你甲我讲话啊？有咧。啊，我看安尼阿姨，我即马知影你的电话，我连咩卡互你。哎、欸，我今天要上班呢。唔，五分钟。我今天要上班，我是讲卡吼，我甲你讲吼。嘿嘿嘿。我因摆就是要甲叶克林买落茶米，啊卡拢卡袂通。哦。啊，即摆就是卡讲，是讲要甲你买迄落做啥物的鸡精啊？吼吼吼。嘿嘿。啊，我甲你讲。今天要上班呢。好，我即马随甲你顶起来，你贵姓？我甲你讲吼，哎，我小弟我甲你讲，麦玲我甲你讲吼，啊，你会使送迄落叶克田咧，叶克田咧一本咧好啊，会使袂？是的啊，你唔同讲较细声，我连咩再甲你回啦，你挂断挂断，你甲我回哦，哎呀，你要上班啦，我四点要上班咧，好，随来啊，随来啊，等一下哈，好，谢谢。哎呦，讲秘密啦，讲得大声变安怎啦？我上我打开。0800736388卡。763888，买买物件卡763888，很重要，说三次。哎呀，刚刚吼，咱迄网咖迄洪大姐吼，讲拢有咧甲小新关注啊，开心拢咧哦，正常伫歌唱比赛唱歌，爱点一首无 NAI 啦吼。好，我来清唱吼，吼大家欣赏者。真正哦，清唱诶，破我先个吹落。你将破嘴乱骂，放好我一人，自己走去找别人，乎我身边无半项。你敢知影安尼伤着我的心有偌重，有偌苦痛？你敢知影，阮这希望看到你的人，明知眼睛团圆是无希望，不过也要等待奇迹出现的那一天。谢谢。朋友啊，无卡啦，无任何的伴奏，这就是实力了。实力，十粒。那咱的好朋友吼，真正给咱足支持阿公阿妈。阿爸阿母，哦，有口音是吧？哎呀，感恩谢谢呢。哎，你好。喂，阿你万年，阿你讲要靠我，你有卡无？无我要上班呢。啊，我唔爱甲你抄地址。来，咱的这个客服朋友，咱的新家，我先甲你讲啦，我就话你。我爱接起来。好，不要接。来客服好朋友，哎，先帮我接起来嘛。很多那个大哥大姐吼，很热情呐吼，阿妈在阿公。咱介绍产品真正做好诶，好，杨哥今麦是 call in 时间，好 call in 时间是看0800638888，嘿啊，啊有等下吼，啊有搁有看到开心唱歌的朋友，想要个点歌诶吼，无要紧，你著加卡这专线吼，0800638888，0800638888，啊那是想要订货买物件，会使继续卡嘛，无要紧哦，嗯。安尼吼，拄只小新开心咧唱吼，唔知有一人有听到无吼？啊，即卖咧大家无要紧吼，继续加卡口音吼，今日就是要唱歌给大家听啦吼，无放音乐的拢要清唱啊，安尼啦啊，若是有想要听歌的朋友吼，无要紧，你就加卡电话继续加卡入来吼。嘿嘿嘿，对啦对啦。好啊，无吼，其实前几工啊吼，开始嘛有准备几首啊歌啦吼，啊无要紧，因为有人敲电话吼，咧甲客服讲吼，啊最近呐开心较无唱歌，想要听看卖开心唱的啦吼，好无要紧，安尼开心来过来甲清唱一首啊歌好啊，吼，好，嗯。要唱多一条啊，开心啊！林松祖，做怎样该听林松祖？哦，林松祖，好，先这样。来，喂，你好，啊，咱客服接起啊，我你讲，今日这部时间完了差不多嘛，无啥通好接嘛吼，没有办法再接，所以呢吼，我看咱吼这个开心啊吼，哎，要唱歌，该唱出来，好唔好？等一下，喂啊，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我路啊。月露妈妈，月露阿姐好啦。哦，月露阿姐呢？啊，你也要点歌呢？叫姓周的人。
心所爱的人，哦，心所爱的人哦。哦，啊，我给你写起来呢。我如今啊，你是咧做啥明星明星啊？我就是做嘛。我之前伫捌伫电视顶歌唱比赛。哈喏。你是歌唱比赛。所以你看伊外高唱比赛出来的啊。很屌。我就袂记起啊。三日的敢明星的。拢有啦，伊参加过足济比赛。搞台我不看，所以我不看。哎呀，啊，即马叶启田大哥有甲收啦，叫伊都爱来遮学啦。爱学，所以伊若无来，伊就会来啦。你伫民宿参加的嘛？对啊。咁咪民宿啊？嘿。我民宿我拢有咧看咧，甲甲伊搞台超超级我拢帮忙咧看。哎呦，台湾那无忘。哎，台湾那无忘。台湾进行明日之星呢？明日之星，敢有印象呢？对啊。啊，你爱开心现场，甲你唱两句啊。好啦好啦，唱唱出来啦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唱。来，开心。我先那个之前有那个。听众朋友给我点歌，我先唱林松祝贺啊！好啦，来，阿拉妈要跟大家讲再见啦。离开故乡，来流浪，幸运有命，心悲伤，为怎样会这风动？变成前程暗茫茫，放杀着心爱的，出外的他乡，无意的做着一个黑暗的英雄，我不应该对落苦海。一时就来，做声家彼岸。啊，你若今仔日爱咱的家，等的人爱赶紧打电话，若要啉茶的人嘛爱赶紧打电话，0800-763-888，谢谢。